成为党籍总统候选人后首场造势，韩国瑜在桃园却踢到铁板，现场人数不如预期。韩国瑜昨天来到桃园造势哦，其实人数是不如预期的，包含公庙的管制人数跟实际人数呢都有差异之外呢，其实昨天晚上呢大概只有六七千人参加，跟当初预估的20,000人差蛮多的，代表他的人气持续在下滑。王浩宇揭露韩粉消失中已经成为趋势，根据网络直播数据，韩国瑜去年三山造势直播最高峰100,000人观看，今年凯道造势剩40,000人，新竹场再腰斩成29,000人，成为党籍候选人首场桃园造势剩下18,000人，逐步递减只剩1/10，韩粉跑光，还有郭台铭来势汹汹。说合作，其实应该是说，如果合作能让国家更好，我相信所有的同胞们、国民们应该都会乐观启程。郭办首度松口，不排除找柯王合作。郭台铭回台后找王金平碰面，又找柯文哲热线，就是对韩国瑜已读不回。不过这个郭韩会什么时候会登场？我想也会有啦，但是这个事情就是我讲嘛，就是很多事情需要一个时机啊，一个方式，然后也要一个过程。郭韩会没说死，但现在连通电话都有困难。韩国瑜造势人气下滑，党内整合失利，让自家后院失火。去年演出一人撑全党，今年剧情大逆转，惨遭各方围剿，四面楚歌。三立新闻李正道、谢孟哲台北报道。